芒果 TV 的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向往的生活当中的黄磊。哎，你们知道下一季咱们在哪儿录吗？你们都不知道吧？马尔代夫。没去马尔代夫这件事情，我其实早就预料到了，当时也是开玩笑了，说要去马尔代夫。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才最美丽啊！我们上一次呢是在北京的密云，这次我们来到了浙江的桐庐。不一样，因为上一次其实是秋天开始拍的，就是夏秋的时候，是一个丰收的季节，收获的季节。那这一次我们是在一个耕耘的季节来到了南方，南方的春天春意盎然，非常的美好，也非常的令人向往。很典型，我们刚到桐庐时候，春天嘛，我们山上有很多笋，我们做了油焖笋，我们做了笋烧肉，我们做了很多，还做了笋干，所以我们做了很多跟笋有关系的菜吧。有，其实还挺多的呢。比如说，哎，我也挺想去你们的节目，还有人专门找人打，就转告我说想上这个节目。鹏鹏是一个非常天真，然后简单，然后也很率性的一个男孩，非常好，非常可爱，我很喜欢他。就像我喜欢大华一样啊，我喜欢他们这些年轻人那种活力，然后能吃苦，不遗余力，然后也很风趣，也很幽默。各有各的好。你比如说像亨瑞呢，他就比较有经验了，接待嘉宾啊，接待客人呀，唱个歌呀，跳个舞啊，才艺啊都非常棒。那鹏鹏呢就比较乖，然后也比较卖力气，他两个人不太一样。把葱姜蒜切成小段，连同调味料放到锅里面翻搅，挤入半颗柠檬，焖至收汁就可以出锅了。哎，气场很强大。来了。可以慢慢将来试试培养培养，但是我觉得没必要，反正我会做就完了。而且何老师好像也不是很有兴趣做饭。我很渴盼这样的生活，我希望有一天真的可以这样，就是长期的这样生活，我觉得那真的是心之向往。我们希望可以传递很正面的能量给更多的观众，让他们看到不是每一个节目都是在很多的娱乐环节里面，而是一个很轻松的可以很放松的来看，然后最后一群人一起来分享美食，分享一些人生的这种感受，我觉得就够了。